我下班回来喽。爸爸，你下班回来啦？哎呀，看我给你带点什么好吃的。哦，谢谢爸爸。嗯。什么呀？妈妈看一下，红枣枸杞藕粉，还有一个果蔬集。果蔬这里边有什么呀？妈妈，这什么呀？你看，这是果蔬干、薯、紫薯、香蕉片、南瓜、青萝卜、红萝卜，还有秋葵、香菇里。这是水果蔬菜晒干。晒什么干？里面还有蘑菇呢。嗯，我们打开看看。我们打开尝尝，这是呢水果干。防腐剂不能吃，扔掉掉。啊？我们先来尝一下这个。那啥？蘑菇。嗯。有秋葵。这个是什么？青萝卜。青萝卜。还挺像黄瓜的。紫薯干。嗯。这个是什么？南瓜片。萝卜。我想吃这个紫薯干。嗯，我尝一个这个秋葵吧。好脆呀、啊！它薯片一样脆，好吃吗？还发甜呢。甜的还是咸的？甜的。甜的，好吃吗？张思瑶。好吃啊。张思瑶咬不动。嗯，青萝卜好吃。你看这啥？这南瓜吧。哦，你看哪一个最好吃？哇，好脆啊！我都听到你们这咔咔咔咔的声音了。好吃吗？到底萝卜，我这一包花了3.5嘞，这么贵。好吃是好吃，嗯，但是感觉吃完以后可能会上火。是的，这个东西可上火了。嗯，挺好吃的，特别脆。嗯，特别好吃的。嗯，青萝卜竟然是里边最好吃的。这个是香菇。嗯，我一直以为萝卜应该是红薯呀香蕉最好吃，没想到是青萝卜最好吃，是吧？你尝一下。我也看一下。嗯嗯嗯，我尝了这蘑菇。哇，好强烈的这个蔬菜味啊。嗯，我尝一下这香蕉片最好。嗯，香蕉片很甜。嗯，我们来包藕粉吧，走。藕粉我们拿杯子去啊。这个吃，这是什么味道？你以前吃过吗？我以前吃过街上那个八宝莲子那个。你吃过这个藕粉吗？哇，这么多。哇，里面好多，还有枸杞，有红枣粒儿，出来就和大米一样。妈妈，有点像红，有点像红薯粉。妈妈，藕粉画好是？我来搅拌。嗯。啊？怎么这么久了还没变透明呢？不知道呀，咱们都该不会是假货吧？想想办法呗。是不是水不够热呀？我觉得就是水不够热。你看还是这白色的、哦、还是白色的。嗯，没有变成透明的那种。那我们去把它给煮一下。行、嗯、走走。哎呀，来吧。我害怕这个先给它弄没了。煮一煮看它是不是在吸这个呀。呀，一下子变透明了，就是温度不够，水再加一点点吧。快过来看，哇，一下子变透明的了，好漂亮啊！快点关，下锅。哇，好黏呀，胶一样，看到比胶还黏。走走走走走，去玩一下，去像鼻涕一样。哪能说这样子的话呢？晶莹剔透的，多好看呢、啊！来，我要尝一口藕粉到底是什么样的了。哇，像个大布丁。哦，有点像，一直在往下滑落。嗯，甜甜的，像蜂蜜。来，啊啊啊！然后烫不烫？不烫。像鼻涕。是不是像鼻涕呀、啊？你吃过鼻涕？没吃过。你尝一下，你爸爸尝一下。你吃鼻涕？我来尝一下哦。呀，真的好像鼻涕呀、啊。你敢吃吗？黏黏的，滑滑的。嗯。拉丝了。还拉丝了。嗯。张小说一下味道吧。我吃不下去呀。想象它是燕窝。
不要想象它是鼻涕啊，不要想象。有啊。你没这个胆量吃吗？没有。下次我们家就挑战吃这个。什么味道？小伙伴们看一下，我有点不能接受，像甜鼻涕。我觉得还行呀，主要是不能想着它是鼻涕。对，吃到嘴里边就是滑滑的、糯糯的，就和那种糯米那种膏在嘴巴里一样。对呀、啊，主要有美容养颜的功效，好像是吧？那你多吃一点。你多吃点鼻涕。Oh no！ 我不吃，我不吃，太讨厌了你们两个了。我们刚刚把东西全塞给我爸了，讨厌。好了，我们还是吃我们的蔬菜干比较好吃。我觉得这个藕粉有点像，甜鼻涕，分泌，然后呢，蔬菜干很脆，我们觉得蔬菜干比较好吃，对吧？对。然后呢，小伙伴们没有吃过呢，如果吃过的话，请扣一；如果没有吃过，请扣二哟。下期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